我跟你讲啊，你看没看小慧来那期的片子？没看呢，你看了吗？哎呀，我天呐，我就坐沙发上，怎么自己深知都已你听我说啊，我往后一靠，哎呀，我这大脸呐，那下巴呀，我看了一点，我觉得还行呀。不行，你不要有身材焦不虑是就我，行。完了，我还看我，你不刚才问我为啥今天穿那么隆重吗？啊。我看弹幕有一条评论，说略寻你腰呢。我今天我就哎，真有这种衣服啊？有啊，不是什么这种衣服，不什么这种衣服是，是本我那平时隐藏的确实是，哎，你看一眼哪个机位？你看一眼我现在怎么样？是不是像小慧来那期脸那么大？哎，我咋这么近呢？这个啊，你看一眼怎么样？卡不到你的腰，我现在啊，那我得把腰卡出来，那就没有没啊，有它脸，动了哦，它可以哎，这样好，这样有好，没？稍微侧点，稍微侧点，有没？有有了吧？手。对，有 有没？有了吧？有，你就一天就保持这样，我就这样，我今天一整天我就这样。要跳舞，我今天一整天，来，来。我有一次就最有身材压力的时候哈、啊，就是我去国外，还是一个杂志的活动，衣服是杂志提供的，我每一件都穿不上，就是裤子。那时候胖的时候，我每一件都穿不上。后来就是找了一件。那个裤子虽然系不上，但是能拉一半儿，然后上面衣服给你盖盖着，你上，就硬穿，我就觉得有点恼羞成怒啊。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我我是也世界上是，最胖的艺人吗？我有的时候拍那种照片，我就堵，就是你怎么都不好看。不用，我觉得自信的女孩最美，我学姐。也觉得，但那我现在，你就是没有自信建立起来。对，我觉得这玩意儿得慢慢建立。然后接下来每一期节目的腰围 也不至于啊。人家说刘雪琴腰这么细，但腿这么粗，就你永远满足我不了所有踹人。死你！我你这腿我已经不在乎了。网友们也是有的时候比较严格。你看弹幕没？看咱节我目看了，评我看论。都是好的呀，对，感谢大家的是支，吗？感感谢谢大大家家的的支支持，持。感谢，非常感谢。那雪琴给大家跳个舞。啊，对了，樊姐又给我购置了一些新的厨具：冰淇淋机、炸串、锅。我小时候就特别希望家里有一个冰淇淋机，我还希望家里有个烤肠机。你就出摊儿呗，对，就公园那种摊儿，这玩意儿烤肠，这玩意儿冰淇淋嘛，还有炸串、烤苞米、糊地瓜。那天天吃还得了吗？那完了，但我老羡慕了，就人就是那种开这种店儿，以前我同学谁家开小卖部，我就老羡慕人家。畅吃。我相当长时间，我哪怕我到去年。我还想开一个超市，就想干超市。我打了啊！我感觉这个过程也很幸福嘛。我太享受这种纯粹、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的快乐了。就是这种简单的、单一、不太累的这种轻体力劳动，我觉得是很解压的一件事。像洗碗，哦，我也对洗碗对还可吧？以，但有的人很不喜欢洗碗。对，特别解压。有没有反式脂肪啊？这里头。你都已经吃冰淇淋了，你还寻思啥反不反式的了？哎，开始了，开始了。现在人多能研究哈。就是把我小时候想要的那些，现在咱家基本上都快实现了，烤肠机。冰淇淋、炸串儿，我的追求其实很吃点简单，便宜肉松的。追求极其简单，好幸福啊！我觉得，挺甜。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人从小到大啥？都喜欢过家家，就这个冰淇淋机，你不感觉它啊！和咱们小时候玩那种，就假装给人看病那玩意儿异曲同工吗？你有没有小时候特别羡慕过别人的东西？我想想啊，我有，啥呢？比如。我上高中那阵儿啊，好多人都用那个，就是一个那种笔，6块钱一根儿那种笔。我记得当时我们班有个
女同学，她那个一笔袋全是那个笔，我当时把我羡慕坏了，真的，我说她怎么有这么多六块钱的笔呀、啊？那敲门来了。家里来钱，哎呀，哎呀，刚说完你俩穿的居家，这也不居家，不居家。这有鞋来，我寻思上你家不用拖鞋，我还穿挺高的跟儿。不是，关键我是白穿了，白穿了。进来吧，进来吧。元宝吧，他是元宝是吗？对对，哎呀，元宝，你跟他越亲近，他就越……哎呀呀呀呀呀！坐吧。朋友，这是给元宝买的礼物。哦，是这小衣服是不是？啊，我寻思越寻思穿不了这个。我昨天给我家俩狗去洗澡去了，然后说正好，哎，他家小衣服挺好看，我就给买了一身。你觉着他能穿吗？必须的，我这在看多少遍视频，我就看元宝到底多大。其实挺大，他看着比电视大大大。咱先试试，大，别大，元宝。哎呀哎呀，你是大姑娘是不是？元宝稳重，元宝，元宝稳重。哎呀哎呀，我给他买了个伴儿。这个表情，哎呀妈呀，这是，哎呀，这是啥呀？哎，你们都搁哪整这些玩意儿呢？哎，你要不说还得是德云社的朋友哈，实在哈。嗯，哎，穿不上，穿不上吧？我有点给他系不上扣。雪琴，你给他系一下子。不是这玩意儿啊，他不在于他老实不老实。其实能系，有点兴奋呢。啊，能系上啊？哎呀，行行行，系俩得了。我今天你俩来，我穿老隆重了。你看大耳环都戴上了。我前两期人家说李雪琴你没有腰，我今天我就穿一个，但是有腰也不能太刻意。不行，我就是要刻意的展示，我必须得刻意的展示。我这个衣服咋搜的？我想知道。哎呀，我必须得刻意的展示我是有腰的人。这是啥呀？这个是给他玩的一个垫子，我们家狗就特爱玩这垫子。然后这里边可以藏这些零食。啊，这也是藏零食的，这个零食搁在里边，然后它就扒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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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狗过得真好啊！找地方就搁，随便找，想搁哪搁哪。他整那玩意可艰辛了，他整那玩意。我那个13号下的订单，完正常显示是明天快递到，我今天给快递打了11个电话，要不就到不了了。感谢感谢，元宝乐完了。你这都整的啥呀？俺怎么没敢动啊？这都是孟哥寄来的椰糠砖，这能吃的吗？应该不是吃的。别告诉我是肥吧？你妈呀，这什么呀？盖上。这个不寻思你俩在这挺无聊的吗？我俩不无聊啊，给你俩找点活干，在家种地。这我俩不会。不是你这表情就是可能买有点多了。我先跟你说一下啊。这是什么东西？它就是一个盆儿，然后上边搁一个，你下边搁水就行，然后把那个球放在上面，然后它就自己就慢慢长出来，长出一个花，这花名叫朱顶红。好养活。啊，它也是一个，有一个谐音嘛，叫注定红。哦。啊，毛血旺。没好东西。注定红。这是啥呀？你这劲头像老家刚回来的。山货呀。不是赶集去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买这些东西吗？想让你们真正体验一下在家里边，因为现在大家也是因为疫情嘛，也都出不去，然后在家里边种点东西，对乐趣还挺多的。为什么？你体验一下自己丰收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你种完之后，你就会感觉真的是对食物的那种，就以后你就不会浪费食物，因为你就知道了粒粒皆辛苦。这个是圣女果。哦，下次行了再来，客人直接揪点，然后就做了。像农家乐，这是香菜。哎，香菜行啊，我爱吃香菜。种点香菜啊、嗯，它自己长出来。哎哎哎嘿嘿嘿，嘴挺壮啊。韭菜，韭菜行，这能一茬一茬割。对啊，韭菜根儿，但是我不知道它这韭菜根儿好不好。你天天在家种吗？谁天天在家种？我没别的活啊。你家全都有吗？这些？大哥，我家不是这种菜，太简单了，这玩意儿就是给你们初学者试试。
首先是把那花盆先租起来吧。嘿嘿嘿，写了写了花，没事没事没事。你看好不好看？好看，确实，我说实话，元宝穿裙子有点我穿裙子的意思。你还酒席会，竟然感受到了拼乐高的快乐。不对呀，你这个反了，你这指定反了，你这个应该是这样式的，它这个朝里的，它好有卡能卡进去。哦，好嘞，好嘞，好嘞，我们成功一个。但它板儿其实没有那么多呀，现在拼不完整。那你说的很带在理，它现在不够数，片儿没了。对，它现在片儿没了。它不是，它应该是一个大的吧？我估计它就没有这个，它是这么连在一起，这俩就不用。哦，你说有道理。刘雨欣，快算，这一共几个边？完了，几个线？一二三，几个板？两个一条的，两个一条的。可以把这俩底儿二连拼一块儿。还有一个事儿呢，是土的事儿。这垃圾桶我使使啊，你使呗。你整啥呢呀？就发点那个营养土。咋发呀？就是往里倒水，这不就发开了吗？倒了，倒了，像揉面一样搁这儿啊？都快挣开了，是吗？拔不出来了都。这垃圾桶咋这样式的？爆炸！它那个东西一泡完它发，它发完往出倒行不行啊？我这桶都变形了，你就搁垃圾桶里种去。哎，也行啊，拼半天它干啥样？不是它底下关键它也不露那什么眼儿啊？扎两个不就完了吗？你放一块儿，你这么下着烂呢？你整两块都搁。我寻思它能发出多少？没有谁能发这么大，这越发越多呢，谁知道呢？好尴尬，他是不是还得结点这个，结合点这个土啊？对呀，得那混着来。对，你把那个打开，然后你给它先倒里头。这回应该是不让我。不行，还得灌点水。是不是就直接往里倒？使点劲呗。我掌握不好。头太小了。你是要这些全倒里吗？哎，你别倒太多啊。那多少是多少啊？还有这个呢，你铺一先铺一层，然后再铺一层这个。毛老师，我觉得你最后再扫吧，一会儿又一片。刘雪琴看不了，我看不了这个，我洁癖。我这真没看出来。我不是洁癖，我就是地上有东西有渣，我不行。我只针对这一件事情。用使用比较原始的方式拿手抠。我觉得这个事儿你要一个人干可能有点寂寞，但你要一群人在一起干这一件事儿，你会觉得挺有乐趣的。我估计一个人也不能买这么些。对，但而且挺有成就感的，我估计最后种出来，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对吧？真的是你的生活增添一些自己动手，人嘛不能忘了劳动。不是老咱们老在城市里待，接触劳动的机会确实，对，尤其你种下来之后，你回家之后每天都有一份寄托，你看他、哎、真是发不发芽啊， 对不对？每天对他看他成长的一个过程。人要时常的接触泥土，你接触一些泥土，你就能感受到跟自然的关联，也是连接。哎，雪琴这话说的非常有道理，我跟你说，是不是哥？那当然了，人骨子里边、血液里边流淌着这个对土地的热爱，耕种的一些耕种，对，确实是、爱种菜。我发现就是长辈都可爱种菜。对，当你岁数大的时候，你也向往田园。给他按实了。这好像做三明治，一层黑的，一层黄的，一层黑的，一层黄的。对，就是。哎，这味儿还挺香的，是吗？自然的味道，土味儿，叫泥土的芬芳吗？压土这个过程我觉得特别解压，压特别实吗？那能还能长出来了吗？压实上点儿，这可以压实点，因为它中间不全都是那个土，它有那个根儿什么的。哇，这过程好治愈啊！这好像地，你对，你家多片地。对呀、啊，咱家现在有一平方地。你家现在有地了。抚顺有啥好吃的吗？麻辣拌啊！我觉得抚顺麻辣拌没有我在沈阳吃的抚顺麻辣拌好吃。咋可能？就为啥呢？那可能是你去抚顺单专门吃过麻辣拌。对呀、啊，我不是那戏在抚顺吗？你要去抚顺拍戏去啊？你啥时候去抚顺？你回抚顺呢？
我得过年回去了，我待到过年前一天，能不能遇上？那肯定能遇上，是不是？我不可能扛，你得上人家里去看看去，都去。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你结婚了吗？没有啊，这怎么回事啊？这事儿干啥的？我就问，过年要去我家，完先问我结婚没？他没有能力，着啥急呀？我就这人，我就好，你们一会儿再说。我这真是我这张嘴呀，完了，他们肯定要剪这一段。你结婚没？哎，那你过年去我家吧。哎，还倒着剪呢。完事完要剪这段。沈阳鸡架是真好吃。土呢？你吃没抠？大哥，你整半天，你搁那忙活啥？没抠出来。那谁想到他会出现这种情况？咱我看眼睛，咱也没发现。他搁这唠这半天了，他们几个还纠结在一起呢。哎呀，抠着这半天就这一点啊！你借我整两下，你借我整两下。元宝，元宝你可真漂亮啊，真漂亮！谁家大胖闺女？我指定比刚才孟哥整的多，是吗？是吗？是不是比你整的多？是。妈呀，太秀你了！来你了，铁姑娘。铁姑娘，谁都。咱回去铺这个，让他搁这整吧。行。一会儿一会儿拖这里头了，哎，这么好拖吗？那就别拿桶装了。哎，完了，你看看你拖，还是把桶。哎，这实在没招了，咔哧一下给撑开了。别拉着手，别拉着手。我一敲它一下就开了。赔我一个垃圾桶啊！那肯定得赔了，这个。他这个垃圾桶是在世界上什么这个拍卖会上拍下来的。满折价给我去，我回去再拍一个。我就把这个垃圾桶还能用，抢救一下，给它洗了。饿了，孟哥，我中午就没吃饭，我等你晚上。没吃饭呢？嗯。你会种不？我不会，你先种吧。先种吧，我不着急，我等着。我那意思。又种地又做饭，你说我靠。显得你多能干，你看押韵不？太押韵了。显得你多能干呐，那不就俺们几个能衬托出你的那个光辉形象吗？那是爱生活。对呀，你这袖子不往起撸一撸，我都埋汰了。你咋这么白呢？咱把这个几颗栽上的，栽上点生泥果，来刨坑种吗？多大一个坑啊？你看它多大坑，刨深点，搁中间你干啥呀？你码好了，它得是个一二三这儿啊。行，一共看一共几个？一二三。感觉这个根让我整坏了呢。你轻点的不会啊？你这棵种这是啥意思？你瞎种咋的呢？这棵种这咋的了？这不是挨板的吗？你说它怎么长那儿去了？凑合不行吗？非得站齐吗？它这都倒了能行吗？浇水就好了，很顽强。他们都得自己都有大脑。这也是圣女果啊。他们得先长根儿，然后再发叶，然后到时候长个儿太高了，你就拿那小棍儿给它支上点啊。那你们提前享受田园生活。等咱们到你这个年纪也就开始了。我哪个年纪？到我比你大几岁，这个年纪比你大几岁？都大七岁。妈是吗？我这不觉着。行。我都不觉着我自己有多大。等过几天的时候，你就感受到稍稍动一点手，然后就能感受到这种快乐的那种快乐。这是香菜，这咋种啊？要不然在这块种点毛葱，可以啊，就这样行，就这样搁着就行。哎，它这样就能长啊，这么干，就很神奇。植物就是这么的神奇。这是啥呀？最好长大葱。压行呗，应该这样行呗，哥。行，再种点韭菜。行，种点香菜。我爱吃香菜。但我没那么爱吃韭菜。种也就吃了。对，种就吃了。我爱吃韭菜。当你种自己种出来的东西，啥都爱吃。你没有不爱吃，我跟你说。玫瑰花都吃了。这就是生活的味道。这破皮儿怎么就扔这里？你说你天天在家坐着刷手机有啥意思？没意思。
但这个还是人多吧，我觉得我一个人不行，但人多我觉得挺有乐趣的。我跟你说，我一个人我也坐着能捅过一天。我干啥都得人多一些，人多打瞎乱，你知道吗？净唠嗑了，不干活。那不就很快乐吗？但是很快乐。呀，现在黑天了都，赶紧做饭吧，我先洗洗手。关键我手里全是泥呀、啊！你这样，我学跟护士学一下洗手法。对呀、啊。这样，完了这样，两个手抠手心。哦。完了这样，完了这样。对，这都能洗到。哦。这火这么小呢？你这火就这么小啊？不应该呀，你研究研究呢。明白了，俩开关。料酒呢？料酒，我不知道啊，那里边有没有那一排？哦，有。菜板子呢？那儿，看你了都。这是菜板子。哎。菜刀呢？菜刀搁这呢。哎，这不是菜刀，这。哎呀，咋这么慌乱呢？哎，有土豆脑子吗？哎呀妈呀！哎呀，还有土豆脑子，家里没有一个好使的工具。他就刚生活搬到一个家之后，很难有很特别多的就土豆脑子这种东西，想不起来买。他其实每次买都是因为做饭发现缺，一点一点买。那你想，那日子不就这么过吗？一点点添呗。积少成多，聚沙成塔。说明你家里买的任何东西是和你生活记忆什么都是相关的。对呀、啊，你想起来，你说咱今天要是买土豆脑子了，你再看它，你都能想起来。上顿吃的是孟哥的排骨炖土豆。我好几回过年回家，我就说东老家还是冷嘛，我就穿一个特别特别厚的羽绒服，结果一到那儿根本也不怎么在外边走。我一直在跟南方人说，东北人怕冷。我也说这事儿，是吧？他们比咱们扛冻。对，我们基本上猫冬就不怎么出门，屋里边基本上就是穿半袖，然后穿个裤衩就行。而且屋里太热，有的时候你去人家做客吧，你就脱的又不能很冒失，就你不能说我就棉裤，我就一个大毛裤，大棉袄，二棉裤，里边羊皮，外边裹的布吗？哪怕零下四五十度，天再冷咱也不打怵。哎，马大叔，这就是我说的老的马虎。哎呦！哎，你发现了吗？我俩平时都不说东北话的，一进屋是的。你平时不说东北话？其实我也是这样。对啊，当然了，就是大家都碰了你之后啊，就是因为我呗。那没办法了，不好意思了。哎，不过确实是不是说相声就得是北京话呀？也不能说北京话，你得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听懂我们的语言。我的意思是以北方官话为基础的。对，你得基本上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听明白你在说什么，是吧？哎，孟哥啊，是不管比你大还比你小都管你叫孟哥吗？你咋是怎么了解这事儿的呢？我突然间，这九溪不是比你大吗？但他也管你叫孟哥。因为我入行晚啊。他入门晚。哦，就师，哎，就这样啊，就师哥的。哦，那你们真的会叫师哥吗？对，烧饼比我俩都小，那我俩得叫师哥呀。会叫师哥吗？平时？啊，就叫啊，叫饼哥。对。会叫烧饼师哥。那有点太嫩了。烧饼师哥，那贺堂师哥这样。贺堂师哥，你怎么这样？你这是随性接的，这玩意儿咋接？不是，对，这是花刀吗？挺好，怎么挺好？太逗了。先给我试试。完事，其实这玩意儿这样的更好，掰一下它这个接触面就多。孟哥要不了几瓣吧这？啊，有个三四瓣够不？对，差不多。嗯。
哇，好香啊！哪跟哪儿啊？就西北哦，是挺香。你说这一个人会做饭，就有魅力。嗯。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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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躲了一下，这一看就会做饭。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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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都不好意思。头一回做饭有这么多人鼓掌，一会儿颠勺就有压力了都。那。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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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挺好的，谢谢哥。好吃不好吃的，是不是？就那意思。好吃嘛，一看都好吃。哎呀，不用想的哦。毛毛太会了，毛毛。土豆可以后放，土豆。那趁这功夫把拉皮儿拌了吧。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这人真是不白叫来的。你又偷吃啥？我又逮着你了。你给我，哎，好，抓个现行。咱是不是把这玩意儿往这边？不许吃蒜皮儿。你走吧。种点东西，你不觉得也像记日记吗？就是另一种形式的一种日记。那天那月，然后我们自己动手做了一个这个东西，还觉得生活那个氛围感更足一些。今天这期咋有点焦头烂额呢？不知道为啥。有点没事。不是，我自己也挺快的，你们跟这儿就有点耽误了。也耽误你了是吧？不是不耽误，就是你们跟这儿着急，我就觉得挺着急的，然后我自己啊，那咱紧看电视吧。那俺们可看电视了，你们看电视也行，毛毛。哎，你不用管我，我一会儿我就整出来了。谢谢哥。哎呀，谢谢师哥。哎呀，哎，我前两天我看一个那个视频，我就挺吓人。其实那个我就滑雪夸夸翻，多吓人呢。你们滑雪吗？我不会。哎，叫咱仨都，咱仨都啥也不会。我就滑过一回。然后五米就劈叉。孟哥也会滑雪吧？会啊，那肯定啥都行。你咋啥都会呢？我爸我妈原来是滑雪教练，这么厉害？嗯，他上那个滑雪场给人培训小孩去，这么厉害？把刘星给整去，你看他咋的了？他现在有点犯虎，别往上上啊！来，上我这儿来，我不嫌乎你来。裙子要不开线，正开线。哎呀，这小衣服，就是我就有的时候想看他终极目的到底是要干啥，就是一直在，他好像是舔你脸，处在一个，你这，他就非得亲着你嘴不可，我家狗也是，就是奔着你嘴来，你必须舔你一下，完了开线了，正开了，哎呀。开了吗？哦，肚皮那儿开了，它不咬你。咋的？到了。我看一下。哎，这是查干湖东补吗？你说多好坐这马车，那个咋那样式儿的呢？糊的。我夏天的时候去过查干湖。我想去。弥漫在冰面上，想我爸了。厚重的衣服使简单的动作变得异常迟缓。哎呀，啊，挺有意思的，转的。啊，我可想去了。惊人的一幕开始了，渔网在透明的冰面下缓缓的移动。我这么一看啊，咱东北这真挺神秘一个地方啊。就搁这电视里一看，感觉这个地方这么神秘的。这是南方人一看，这干啥呢？这冬天这么多人在干什么？完成全鱼宴上的14道菜，穷尽了他的全部手艺。孟哥，我想吃鱼。完了，孟哥一会儿拿刀飞我了。你还想吃啥？
铁锅炖，我那天发现那个铁锅炖已经发展成啥样了，它一个桌有三个锅，我家就三个锅，完了可以转。你刚发现吗？我家里就有。你家里有三个锅？我妈在农村那小房就有三口大锅能转，哎呀，我自己家就有。自己家有这个也太奇怪。完，这锅排骨，这锅鸡，这锅鱼你就转吧，老香了。嗯，这是古代传下来的，那不能唱。那你瞅，揣钱了。过年了，过年好啊，多好。就是我不知道，可能咱是东北人，我就觉得一到冬天，就是一下雪，你就感觉，就前两天北京下那雪嘛，然后你往鼻子里吸那个干的那个劲儿，对，我就感觉过年了。对，我就感觉哎，过年的气息。哎呀，就那个冷味儿。冷是有味儿的，对 对, 对，你一心鼻子里那就是家的味道，对，就是儿时的记忆。我就有时候是从南方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寒假的时候一下火车完了，嗯，就说哎呦，冷味儿，就很亲切那个，就是很清澈，它那里边啥都没有。你还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味儿，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感受。其实，冷是有味道的，真的有，可想家了。吃饭了，吃饭了，可好几盆了已经。好吃吗？好吃，我不一直在吃呢吗？多好吃！哎，还行哈，我感觉排骨真挺好吃。辛苦了，你们都不喝东西。辛苦了，辛苦了，孟哥。辛苦，感谢孟哥。辛苦，辛苦，还人自己提的，你说咋？孟哥自己提。辛苦，孟哥辛苦。辛苦了，我、辛苦了，我自己。就是孟哥一说完这话，说：“哎呦，孟哥辛苦了。”人家这话说的有水平。嗯，辛苦了大家。嗯。多整点那肉串。我刚想说，我说你为了这顿饭，是不是应该把那个不腰腰缝给放开了就？不行不行，够不？够了够了，不够吧？好了好了好了，这是我们德云社规矩，一拿得拿双数，差一个。哎呦，坏了，有点不懂规矩了。嗯，七十有吗？没有，他就想让你多拿一个。啊，但是确实有很多规矩。对，有很多规矩，就是没大没小，然后就开一种师哥的玩笑、师叔的玩笑、师傅的玩笑，在后台开就会让人很反感。而且我们的规矩你没发现吗，哥？没有正面说的，我们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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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矩？没有，都是大家其实相处模式之后突然总结出来，发现大家才不能干什么干什么。你也不能说是潜规则。是的，大林曾经说过，是你说有多难吗？没有，只有不守规矩的人才觉得规矩难。哦，不是，我就觉得这是很正常的，每个人家里还有一些规矩呢。对对呀，我从小我吃饭要吧唧嘴，我妈就说我。你看我师傅教我们的。就从底下搓，这叫抬轿。抬轿的，叫抬轿，这不行。你比如这盘菜，翻菜从底下，从底下插，你是插那儿撩起来，那不行。然后这样夹也不行，这过河也不行，中间有道河。这样要夹啥呀？一个大饼这么夹。搭俩丸子，搭俩丸子。搭搭来，哎哎。给自己盛排骨。你不能过河呀你。那你们师兄弟之间怎么相处？不是可以在另一档节目叫《随身逗笑社》里边。那个对你们来说是台上还是后台算是？都有。你知道什么时候比较难受吗？你触碰到自己本专业的时候，你会很认真。对，因为他有一个自己的，怎么不能说就是荣耀尊严，或者说的你是干这个，这是你的，等于你在外面做综艺怎么做都可以。嗯，我可以接受任何挑战。但是你说让我说相声的时候，让我要说不好这个事儿，是对一个相声演员最大的侮辱，这是底线。我们平时你说不演出的时候也老见吗？也见不着。你去录节目就是，哎，你来到这个节目，师兄弟对你有什么寄语啊？感觉我们像一个大四合院，全这屋那屋全都挨着，就你一出门谁都知道似的。是大棚里的一屋。其实不是那样吗？不是，我们都有家啊，有家呀，各个队对会经常在一块住，是因为出差的时候
我们一忙起来之后，我们就会，就是他干他的活，我干我的活。我好久都没见着我搭档，为啥呢？因为他俩都有活，没我见频吗？还他有他的活，我有我的活。哎，那你们会有群吗？有，有啥群？会闲聊吗？在群里？不，那不敢闲聊。郭老师在的群，大群里没法。大群里只是聊工作啊。比如说我们队的群，嗯，我是队长，所以没有什么威慑力，大家也会在里面闲聊。我还有钓鱼的群。你也养花、种菜、钓鱼，就可能我跟性格就比较户外。你说，说人不能停，停了之后，各个方面都会迅速下降，就很傻，说话都不利索。名字的由来？啥叫名字的由来？艺名吗？可以说吗？可以啊。你讲讲吧。我是因为之前于老师，我一直给于老师当助理。然后呢，于老师家里边事儿呢，我也管。就比如说，于老师开了个饭店，从装修开始，一直到招厨师、招那个服务员，全是我。这个位置呢，其实就是大堂经理。所以给我起名叫孟鹤堂。那我觉得挺好听的。是啊，鹤堂，鹤堂，就是贼好听，极其的文艺。你得走了是吧？啊，好，走了，拜拜吧，孟哥。我一会儿要赶飞机，我要不赶飞机的话，我给你们多做几个。够了，够吃了，这都没吃了呢。明天来的嘉宾都够吃了。够了，够了，够了，都够吃了。别做新的了，浪费。就吃剩的。行行，放心吧，一定吃剩的。嗯，肯定吃剩的。哎，别忘了给那个花盆子里边浇浇水。好好。他得几天一浇？拿手摸一下，干了就浇。哦，对，我们跟孟哥把照片拍了吧。就这么的呗。对。哎呀妈的，躲的这个靠后啊！这家伙一站就全毛，这全往后毛啊！还挺有压力，你俩一会儿照片上只有他一个人啊！是不是干过这种事儿啊？我都快笑岔了！呀呀，没纸，背表情。啊，好，走吧，孟哥，走了，别耽误飞机。哪天给你做大肘子吃，老香了。酸菜白肉耐不耐？我记得来的时候可啰嗦了，我说的这么轻。走吧，那是带了一些礼物。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哥，祝你准点起飞啊。好，谢谢。哎，我这张最好看，我得放在明显的位置，是吧？啊，我发现了，现在是谁是嘉宾，谁搁怼前头来着？哎呀。你看你这个就是头发就不适合你，对，还是得扎起来。嗯，那样显得挺知性。别说了，走吧。我之前看过一个调查哈，说冬天两个人就是单身哈，冬天更想找伴侣的欲望会更强。你知道为啥？我跟你讲，我前两天我们组里那酒店吧，没有暖气，跟地窖似的，咱农村的地窖，你知道能纯白的那个。我没有办法啊，我就拿那个热水瓶，再加上暖贴，放在我睡的那个地方先捂着。但凡你一翻身就能动醒，凉的。这时候你就想，这要还有一个人睡，他是不是就动不醒？哎呦我天。那个时候你肯定很渴望有一个对象。跟我唠说冬天，说如果赶上冬天再分手就更凄凉。一夏天对你能干的事挺多，出去玩干啥的，就冬天可能相对大家都不爱出门，就搁家憋八九，而且节日还多。对，哎，而且都是那种很温馨的节日，对，过年、情人节，反正就气儿不好，真遭罪。就北京给气儿之前那几天，我都有点都洗不动澡，就不想洗，真的洗不住。我在南方时候都快死了，那个不也是空调快？然后我有个细长条电褥子，我就每天都在一个电褥子上。然后你天天就这一条，完了看电视也都这么看，然后腿放前面，尽可能把所有东西都拿到这儿。我就觉得真的是南方人比咱们抗冻。咱太要求太高，咱要求冬天屋里必须得能吃冰棍儿，就屋里太冷就不行。有时候光膀都热了。我这一年我录了，宝哥、小宝哥他们的团综，录了麻花的团综。我真觉得啊，有个单位真不错，是就很快乐。嗯，这一群人每天在一起创作的感觉，就不觉得总是在单打独斗。你总觉得身后会有就是一堆自己的一个。同事也好，或者是师兄弟也好，就这种感觉，就是大家肯定还有一个，就是我老说出去之后见更多的世面，或者接触更多的不同的工作
环境吸收过来，因为我们是说相声的，我们需要的东西特别杂，就是你根据你的眼界，根据你的成长或者周围的朋友带给你的一些新奇的事儿，然后再回剧场说，我说那个相声会比较生动。嗯，但是你说脱口秀不也是吗？要这样。对啊，而且我真的觉得你一定要去多认识一些跟你生活习惯不一样的朋友，对吧？嗯、他的爱好，你根本就想象不到你有一天会干这个事儿。但今天如果是就咱仨，咱也整不成这个，那就是因为孟哥他有热情、嗯，然后他愿意整，他会整完，他带着咱仨，咱仨还能感受到这里面的美好了。你还是多认识一些不太一样的朋友，生活节奏不一样的。对，嗯，比如说你去下次再带咱钓钓鱼啊，你可能咱就能体会到钓鱼的快乐。一个人你很难去发掘这个世界上没有被开垦的地方，但是如果你有朋友，他带着你，他走过的，他带你看一看，你就会多发现一些。把孟哥花浇一浇，你那个均匀。孟哥特意叮嘱我了，今天差不多了吧？那得学个歌。那你不得参与吗？共同创作。写吧，你写吧。创作呀，这个鞋。创作，来。那得闯啊！哎，这里也有一个，这个最近很流行吗？它流行一段时间了。你就拿这个写吧，就这几个，够了。跨太多八度，我上不去了。我特别好奇，就是写歌怎么写？就音乐旋律上怎么写呀？哼哼，靠哼哼，哼哼啊！完就哼哼，找一个调。对，或者是借助一门乐器，就是你弹、啊、你先弹，就是这个弹有规律吗？还是就是随便找，漫无边际的找啊？你总有一个习惯，就是你有个习惯的开始。明白了。或者是先弹几个和弦、啊、然后找。对，就你得先进到那个氛围里。对。哎，那你是可以就是在要命题作文吗？分啥命题？这不就命题呢吗？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爱的表达呀。就我的意思就是，他规定你这个时间能写出来。其实有点困难。你写那个歌写了多长时间？桃花坞那个？一天。那说明是天才呀。不是，他是这样的，他第一次就只有一遍副歌，一遍主歌。嗯，第二次告诉我完整的，你后边再写一遍，又写一天，大约写两天。我们这个应该好写一点。你觉得那个好写呀、啊？为啥呀？因为桃花坞它在那个屋里吧，它有很多那个很有典型的意象。我们也有啊。我们这个意象呢，怎么说呢？嗯、就很，你懂吗？很日常的。不书面。对，不书面。这些意象就是没有那么有特征。那一只狗好幸福。幸福吗？幸福。你说它一天的活动多少啊？它吃了睡，睡了吃啊。哎呀妈！我饿了，又饿了。我中午没吃饭。元宝，那个零食你要吃啊？能吃吗？能吃。草莓干儿，你看，那个不能吃。鸡肉南瓜，草莓干儿应该行吧？你闻闻。你尝一个。行。哎呀。行。
潮了。不是，你吐，你我给他了，我。哎，敲门。Hello， 谢谢， Hi. 是我给我们的吗？是，谢谢。带了些什么呀？想看吗？我看一眼。你要说也还好，是不是？嗯、这个是送你的哦。嗯，这个。你知道这个吗？这个科学我刷到过它，但是、这个、你是不是曾经有一丝的犹豫？你看我、哦、我给他挑这个礼物适不适合他？你自己猜。啥东西？瘦脸的一个装，因为他不是也会在乎这个脸型啥的吗？我也会啊。这个可以，就是你就含着咬它。但我觉得这个训练这边的肌肉跟，那不会越来越大吗？这个也算是一种练习吧，它会帮你收紧吗？你试试我看看、啊啊，你反了吧？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大能喊。你要练到它吸到凹下去，然后再呼再。我怎么觉得你整个头开始要涨红了？这样不会越来越大吗？不是，你看它跟真的咬是不一样。哎，你整个头都在，而且它非常难吸。你看你可以一边看电视啊，一边听音乐啊，然后就还打节奏呢。然后呢还有这个。哦啊，哎呀，你比那个时候要瘦哎，是瘦很多。但你却把这个照片洗了出来。不是，人总是要有，是啊，拥抱、对对对，拥抱过去嘛，对不对？谢谢。也很可爱啊，就是大白啊，嗯，对不对？选一个地方摆，快快。门口怕老放东西啥的，那你就放书架上。他这个是这样放吗？你看那边放一张照片，整个感觉都不一样。是呀。我来看一眼，我也有一个照片，对吗？对。啊！我们跳舞的那个，我就摆在。天哪！我摆这儿。这个也是我的，嗯，猜猜。哇哦，是什么呀？嗯，打开了也看不出来。哦，夹头发的。对，卷发棒。卷发棒，我哪会呀？就是你要练习呀、啊。我手老笨了，我从小就不会怎么。我不会。你有卷过？嗯。真的假的？啊，前段时间卷，不是。就因为你头发，我头发非常的扁塌，就是软，然后你需要有一些高科技的手段让它去有一些呈现现在这个状态。现在是胖的，这不显得头越来越大吗？那显脸小，你要脸小。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我上回跟雪晴，我们不是一起处了几天吗？嗯。然后我就发觉呢，她其实是一个就是很有她自己魅力的一个女生，但是呢。他好像就是同时也有点自我放弃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他的一种伪装。什么是伪装？我怎么伪装了？就是吧，我都这样了，你们就别说我，就有点儿。但我是真的不会，我从小我就不会用这些东西。那你从来没有感受过就是把自己打扮漂亮的乐趣吗？有啊，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化妆就那时候自己化嘛。但我不会弄这种。那你咋做呀？就是弄好的吹一吹就行了呀。哦，那这我就给你玩的了。好呀。对呀、啊，有的时候太笨了，偶尔做做精致女人挺好的，对不对？嗯。他真的胖，你看他胖的，胖的都像湖水一样，就是打一下会激起涟漪，对，脂肪的涟漪。因为我有一次那个就工作很忙嘛。然后就录完一天的节目之后，然后就觉得只想要放空。然后想我放空要干嘛呢？我就回想到说，我几年前有一次看了那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那个好看呀。然后那个也是，我就一口气把它追完。然后但是又不太好意思跟别人说，你知道吗？那有啥不好意思的？
因为那自己已经成为了一个姐姐嘛，啊、然后让别人说知心大姐姐，然后想要跟我聊一些心事，啊、然后说你别用烦了，来一起来追剧吧，能不能这样？对呀、啊，对呀、啊，不行吗？就是有点不好意思了。嗯、然后就后来那一天呢，就觉得啊，我想要就是来看一些可以放松的，然后就想到哎，就是前两年那个香蜜有没有？嗯，然后我想哎，我没有看过那个，会不会跟《三生三世》一样的效果呢？我想好啦，那要看几集，结果我就从晚上九点多看到隔天早上七点。会二倍速看吗？当然也多多少少会了，会吧？现在大家都是二倍速看剧，是我后来才知道这件事。对，很多人都二倍速。但是重点的时候还是会放成正常的。重点就是那个，我知道大概重点的反复看。那会跟着？当然啊，我曾经就谈了一个刻骨铭心的恋爱，就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就是爱这个人，但是呢，他把我给甩了。咚！我就是去他家楼下，然后躲在旁边。只要看到他车子，然后车窗里头那个人影，然后我就觉得我满足了。结果呢，终于把他给忘掉，差不多花两个月的时间。我那时候已经是在就干这一行，然后我跟你说我多难受，就我的工作是笑，是带给别人开心，对不对？但是我这样，他说好，那接下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转过来，转头，然后滴了一滴泪，然后哭完之后马上这样转过来说，好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很难受哎、欸，跟他分手之后，我就觉得，虽然我们分开了，但是他在我身上，就是他留下来的好的习惯，我没有必要把它丢掉。然后我就继续运动啊什么的，我就好好的爱我自己。然后我就有一阵子非常迷跳那个 Zumba 啊，那个老难了。小 S 也跳 Zumba， 有简单的啦，你要不要起来跳跳看？好，当然好啊！为什么你的声音那么飘忽呢？因为你也不会运动，对不对？好，那我们一起来看吧。来吧。这跟那个跳舞机的感觉很像。打死谁到了手干嘛就要干嘛不来还不吗这个步伐是不是应该提升？你看他们自己也有点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的感觉。感觉怎么样，弟弟妹妹们？感觉手忙脚乱。感觉对，就是非常的慌乱。我整个跳舞的过程中，我的眉头紧锁。马上结束了，快结束了，快！耶！请坐，大家。我们再来跳一次吧。不用，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你还站起来？坐一会儿行吗？请坐。我最近在和我女儿在练螳螂拳。哦。那个难吧？那个，但我最近工作也是，有一个是十八手，是这样。就练上了，我姐在上海公园就是跟大爷叫过板。他是有一个想象中的敌人吗？现在没有，就是有招数。呜！哎呀，运动好累哟、哦。可不吗？那找到合适自己的了。对，哎，现在不是好多人买那个镜子、啊，镜子。怎么说呢？
很容易是你买会三分钟热度。对，你那划船机我真是震惊到我了。还可以啊。你也不用了后来。我就也就一个多星期没划。你是看纸牌屋看的吗？不是啊。天天搁地下室。是从那时候开始火起来的。你觉得自己是明天谁要死觉得自己很狠的人。他是唯一一个我可以坐着看电视还可以完成运动。你可以蹬自行车啊。蹬自行车运动量没有划船机大。划船机如果你划的标准的话可以锻炼到身上85%以上的肌肉。我跟你说速效这种东西最不管用。没有速效就是那总比不动强吧你买了又说我。对。你还能看电视。我之前有一年的时间每天跑一个小时没有间断过几乎。你老痛苦了。其实是挺痛苦的但那时候我就要把自己催眠成一个我是一个新时代的女性。你知道就买一些。现在女性都跑步特别能跑步。你要把自己在一种状态里啊然后要买那种就是运动的衣服然后去健身房然后就戴一个这种那种头套然后或怎么样然后开始跑的时候就听音乐然后觉得自己真的就在拍运动鞋的广告对对对对要把自己融入在那个角色当中看电视吧可以那我们可以去看拜拜拜拜我们要去吃饭了啊，这个节目，你看了吗？当时我看了一点点。姐妹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说不到你，谁是最想是哪个当花？哇，我也是好久没看了，看了就好怀念哦。是啊，你说又是自己的好朋友，然后又出去，还去异国他乡去旅游。其实每次愚人节我都会骗我妈，对、啊，你也会骗我，好不好？骗妈妈说我们在那个。不要骗妈妈啦，不然要骗谁？就是你和大小 S， 你们三个人就主持的功力，谁是比较强？各有风格呗。你真是会问呢，问这种问题呢，怎么挑拨离间了？开始？你觉得呢？我觉得是小 S 而不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出来吃饭我们就先好好吃饭大家火气不要那么大然后大家就先别聊这个嘛不是就是说先把这个事情定下来然后那我已经投票啦我投票那然后嘞就是你说今天是愚人节一定要吵一顿架吗哎呀我刚才想说要配导演来的那个你根本不梗啊太不梗了啦张轩演的最好对对对其实如果没有这个节目你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一起去其实还是都会聚耶就是我们有一个群嘛大家时不时的会聊一下然后就都在台北的话就会聚我觉得我这辈子不是这辈子我这辈子所有的朋友里就见你见最频我们也没有很长的除了录节目我基本每次回北京都会见你一下我还有一些朋友在老家，在老家就一年见很少了。就是真的有时候会因为有了孩子啊什么的，就有了家庭会变少，就跟大家都一样吧。但是一年肯定还是会聚个几次，但是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很心力交瘁，是，就觉得都要顾，也会觉得很累。我觉得是当妈妈第一年让我是特别焦虑的因为那时候我什么都不会嘛然后一出去工作我就负罪感很强因为就觉得我真是一个不好的妈妈我没有陪她然后一回去之后我就陪得特别用力你知道吗孩子也很懵对我觉得孩子都感觉得到我说我爸哈、啊、其实他就有一点这样一最开始吧因为他忙于工作嘛在我差不多学生时代的时候那时候我妈管我比较多然后后来不就是我妈去世了嘛她就会觉得她有这个责任必须要做到一个父亲或者什么的其实之前我也没有觉得她有什么缺失或者什么我觉得是分工不同嘛然后后来但是她自己给自己这个压力她就会做
很多事情让你觉得很用力，比方说就是早上七点多起来给你榨果汁，这种还榨果汁，榨果汁，果蔬汁什么，或者给你做特别硬的那种菜，就炖个鱼呀、啊、什么。早上我放寒暑假回到家，七点钟他起来给你炖鱼，而且你真的吃不下去，然后他就会觉得，哎、你看，哎呀，给他白做了，祈祷他还对，是这孩子这样，孩子不吃呢，就是孩子，哎呀，他也。他也觉得很没有办法，无力对我好，但我又觉得无法回应。反而是他现在已经开始什么种种花草啊什么这种了，然后我回去了也比较自然，他就说哎你想吃啥就让我去做，然后都变得更就是平衡了一些，就是互相不是那么干涉的对方，反而是让我们感情更好。招待客人是什么？没有，我们招待客人就是客人自己做吃啥，我们就跟着吃啥。所以我是来这边煮饭的，对不对？真的还假的？是的，所有的人接受到这个学习了。对啊，所有人来都是这样，就是客人做啥，我们或者我们冰箱里，我们可以简易的做一些东西。看一下你们冰箱里有啥？火锅不是简易的吧？火锅就买点菜煮上，不就火锅了吗？走，东西也不少哎。这个是本来要做，昨天做的，本来要炸，但是我们不想吃炸，我们想把它涮了。对，这个可以涮啊，就是像钵钵鸡，是不是？你知道吗？红油啊，往里扔，冷锅串串。那我不会做冷的，那可以把它就是。你还会做这个呢？就是随便搞一下呗。反正我就是这种，就是家庭主妇的乱煮。怎么会客人都做饭，我们还说不好吃？是呢。我是吃素哎，给我吃素。知道呀，知道呀。但我得吃点肉。我俩可以吃肉吗？当然可以啊，有啥肉？我觉得雅姐最好一点就是她不会就是劝别人，会给你点肉菜，就是怕你们没有肉吃。铁子，咱俩就空气炸锅吧。羊肉串行吗？我们这空气炸锅会不会用的有点多？没办法啊，咱俩也没有别的厨艺呀、啊。咱俩又不会干别的，那就来四个了。我想吃个西红柿炒鸡蛋。啊、哦，真的？我很会做哎，西红柿炒鸡蛋。真的？有西红柿。但你不觉得我们的菜这个一大锅很够？有点多。但如果你想吃，我会做。我想吃。炒一个西红柿，一个鸡蛋。一个西红柿，行吧。这个我需要为你做什么吗？你番茄。嗯，可以帮我弄一点水，然后把它煮一下吗？先把番茄煮一煮。就自来水就可以吗？应该也可以啊，毛老师，我要在这个节目里成长成一位厨艺大师。你吗？成长快成长，到时候谁来我就做。成长快成长，我一定会在这个节目里成长。这个节目跟人家学，人每次这么多会做饭的人来，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大脑大厨师，那你可以成长成为一个干家务大师吗？收纳大师。我其实没有那么懒，像大家形容的很懒，我只是不愿意展示自己勤劳勇敢的这一面。为什么不愿意呢？为了衬托别人。因为我怕大家。你怕大家怎样？因为勤劳勇敢的形象很难保持。欧了，我洗我洗，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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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冲一下就好，不能太让。好，我一定将会在这个节目。姐，你下季下下季再来，我就给你做顿好的。我相信你，肯定可以。把西红柿切了吧，太烫了。好切，但它好碎呀、啊。我一般是酱之后，我会再酱。就可以吗？可以啊。可以。我帮你把鸡蛋给打了，好不好？好，我已经逐渐的勤快起来了，挺好。你看，日子呀过起来了就。我一定会成长的，这个厨艺大师就是我，厨神李雪琴。那你要不要试试看做西红柿炒蛋？我可以做啊。对啊，那我是吃甜的。可以啊，我也是，我做饭都会加一点糖。哎呦，哎呦妈呀！
他还没咋地呢。谁到了？我好上班了就。哎呀，好的真好的。漂亮啊，看起来好看啊。我得放糖，放点糖吧。放点葱花。嗯，可以。吃饭喽！哇，雪琴做的，我也是哎，我女儿也超爱的。哇哇哇！啊，吃饭吧。嗯，尝尝雪琴的西红柿炒蛋。呼呼呼！怎么说？嗯，西红柿炒蛋好吃，是吗？嗯，就是有点淡，但是还可以，也不用太咸吧？还行吧，可能不够你们的胃，很好吃，不要吃太咸。我现在有时候回家就吃我们有，尤其是饭店里边做的，就太咸。那你们今年都体检了吗？没有。我还体检了。真的吗？真的。那体检怎么样？就是说要少喝酒。那你会听吧？嗯，我会知道这件事儿。你有体检过吗？体过呀，我就是。你啥时候体的检？哎呀，我就这两年没体，我前年还体。这两年没体，那已经是两年前了。两年没体检了，我也好多年没体检。还有好多年没体，为什么不体检？嗯，总是会给自己就是用很多适当借口嘛。是因为内心深处有一些怕万一检出来自己是不健康的吗？当然多多少少也会啊。我就是嫌我嫌麻烦。上次那个送了我一张体检卡，那你都没去？没工夫，忙成这样。我实话实说，就是比如说我休息一天，我真的不想再出门去体检了，我想搁家歇着。也是啊，但你确实没有感觉到身体有、没有，我除了颈椎有问题，我的胃是有问题的，我知道。你们现在的作息都是啥样的？雅姐是啥样的？很健康吗？也没有，如果工作状态的话，有时候可能就十二点多睡，然后八九点起吧。那其实很健康，挺健康的，挺健康。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不到两点不上床的。我现在差不多，我现在会，但是躺床上会玩手机，刷着刷着就已经到一点多了。嗯。可他们不是说睡前看手机就是对什么大脑，对，有蓝光，对对对，什么应该看书，而且看书还容易困。真的很羡慕早睡早起的人就能够做到。对，因为年轻的人他工作就，而且你们觉得工作完你就会觉得哇，夜晚的时间真的好宝贵啊。对呀、啊、就好好磨蹭哦。对呀、啊、终于没有工作了，没人找我了。对，而且一天我就用这个时间来看短视频，白天你让我看我也看不进去，晚上躺在那儿夜深人静自己看直播，看直播买一堆串儿，我也是这种。女孩会有脱发的困扰吗？有，当然啊。但两位看起来，我原来头发是我现在两倍，那也会不会太夸张？你之前是狮子吧？但我原来的头发，我看，其实我头发很薄，结果就刘海是真的，后边全是。对，不小心一下整紧拿下来。我头发不多，原来多，就是你像樊姐跟我，她从大学开始认识我，她就以前我的头发就一软一握，然后我就到纽约，我待了一年，掉老多头发了。是水土的吧？水土不服。对，然后还有压力大，是不是？不行，一把一把掉，就是那种肉眼可见的掉头发。很恐怖，后来也养不起来，养不起来了。我以前头发非常硬，小的时候，但后来就越来越软，越来越软，直至现在就已经
就是他已经无法自己的立起来了。哎，可是是不是有一种说法说头发软的人就是性子就个性也是比较软，对，比较柔软。我听说是耳朵软，我耳朵老硬，我耳朵可软了，我耳朵老硬了。你有没有感受一下？你摸你这边，是摸哪里？就是整体它那个软骨。然后我再摸摸看你的，天壤之别吗？天壤之别吧。你这感觉是没骨头哎、啊，你。我摸摸，我摸一下。哎呀妈呀！我自己，我摸你摸我，你摸我，你感受一下我耳朵有多硬。哎，姐，我能摸。我觉得我适中哎。你适中，你介于我俩之间。它也很软。对呀、啊，我性格是不好，你看我这耳朵硬的。所以那代表什么？就性格硬、固执吗？我不知道啊。就是不听，不听，不听别人劝。那刚才还跟你说了这么多，别说了，听点是点，都记在心里了。回去就是开记者会。你喜欢创作的哪一刻？就是我喜欢创作成功的那一刻。哎，我也是。其实我们喜欢的是表演演出成功的，对，而不是演出效果好。可是本来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是呀。对啊，我们就喜欢观众鼓掌的那一刻。可是，比如说你现在写一个段子，如果你是跟几个你的好朋友在创作、在聊的时候，那个过程很痛苦。很痛苦吗？尤其我的室友们，我们团队有一个特点，就是随我，就擅长说风凉话。就我的室友们，我给他们讲一个段子啊。我的那个大学同学，他这辈子对一件事情最高的认可是还行。我然后另一个是我那个妹妹呢，然后她的对一个段子的态度就是，就我没有再听到过她赞赏我任何一个段子。他们本身爱乐吗？爱乐。反正我就是给他们讲，如果我能不能把这几个世界上最爱说风凉话的人伺候明白，那大部分观众都行。那这样的你太密切了，因为其实表演者他是很需要自信的，你周围的人一定要鼓励他。但是如果他盲目鼓励你，你上台没行，你不砸了吗？你自己判断不出来吗？判断不了。啊，我原来比赛的时候，我就是给周围所有人的讲，周围但凡有一个人觉得不好笑，这个就会从我的稿子里删掉。只要一个，那你要求也很严格哎。但我现在到现在，我说脱口秀之前还是会紧张。那肯定的。上次就是我上次就咱录节目录那个开放麦，但你讲的很好，我紧张挂了，我就是。就包括你在明日上你说那个段子。你觉得没有那么自信，我觉得很好笑。其实他那 open mic 也讲得很好啊。我是非常的紧张的，我每次上台真的贼紧张，所以我也没办法，就也克服不了。你准备的再充分，你仍然是紧张的。你那个时候就是一开始应该也是吧？我现在还是会紧张。我有一次紧张的就是很麻，就手从这边开始就麻到这儿。然后你整个演唱一首歌还是个比赛的性质，那个整段有一段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然后下了台之后就是完全就是有点像失去记忆了那种，唱的也很不好很不好，就是你完全无法享受你演唱这个歌的过程了。但我有一段时间就会因为紧张，就比如说我知道哪一段是特别难说的那个名字或嘉宾名字什么的，就是我就在那里，我就觉得我就会特别压力大，然后我就会一直练，一直练，然后上台就反而就必错无敌，必错，对，绝对就在那错，就额外练的那个必错，对。我记得我第一次主持校园的时候，那个也是让我永生难忘，就那时候校园就特别火嘛。然后有一些明星参加，什么梁咏琪啊那种的会参加，然后我终于得到了一场主持校园的机会。哇，我真的大概就是前一个月吧，就反复的去研究那些艺人的资料什么的，然后反复的想开场词，然后写了无数遍，然后想说我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我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讲。结果被推到台上的时候，那个灯光一亮，我一切准备的词我就忘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干了非常蠢的事，我就，嗨，大家好，等，哎，你这样吗？
假装麦克风失灵。我就想死，你知道吗？然后你就觉得每一分钟都过得就是觉得是一辈子。下台就大哭。下台大哭。然后我就在家里把自己关在房间，关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因为你真的要从那个当中站起来，你知道有多难吗？因为你是直面那些人的表情，然后看到他们那种觉得你这个废物给我下台的那种态度。可是后来我就觉得我很会给自己打气了，然后就一直跟自己聊，就是哎，刘汉阳，你不要这样想嘛，啊，加油啊，自我关怀。那个对话了一个礼拜之后，又重新振作起来了，重新振作起来。其实我觉得紧张也是代表。就是我们对我们对这件事也是虚心的，对吧？就是重视的。我最近其实睡不好觉。为啥呀？咱们刚才说焦虑嘛，我一到半夜啊，我都不是说我寻思事儿，我就是我放空我也睡不着觉。有时候是我这几年就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特别的忙，然后又特别的不健康，然后也很焦虑，然后又不知道自己在忙些啥，你的就你没有在做选择，所有的东西都是反而是你在要挑选一些，或者是就哪怕是说这个工作和那个工作连得太紧了，如果我这样的话我会状态不好，我会有一些选择，我觉得这个也是你在掌控生活，而不是你在被掌控。因为你刚认识我的时候，就是我们拍那《奇遇人生》的时候，你那时候一直挂在嘴边，就是说，那你也不知道明年会不会有另外一个人就出来了，然后大家就忘了我，你记得吗？他现在也有这种想法。我不是这样，就不是说谁替代我，是觉得我自己就会，就我就觉得我能干啥呢？我想不清楚我能干啥。想不清楚你能干啥？对，就我老跟他说，我觉得我也没有一技之长。但是你现在这是一个北大的。你这个没办法呀。那我这个没有，你老说没办法，其实是就是我已经十几年，就是我的人生的思维模式它就是这样的。当下就可以转变吗？那它并没有影响我呀。就是我并没有觉得没有影响你，你还是会有时候会因此而不开心。就不开心是我人生的一个状态，我觉得 OK， 它并没有影响到我其他的生活，我只是不开心而已。不是，开心很重要。我现在就是我已经不觉得开心对我来说有多重要了，我是可以不开心的。我觉得不是你值得开心呢、啊，你就特别他不是值要开心，他不是值不值得，就我可以不开心。就他没有影响到我周围人的生活，没有影响到我正常的生活，我就可以了。就是我觉得反正因为是朋友嘛，朋友就会想要去提醒你，就是说可能有几种不同的选择，对吧？就是说因为我是这样子，我也会有跟你有同样的焦虑，因为未来是未知的，我们对于不知道的事情都会焦虑，但是你怎么去处理它吧。我觉得我人生当中的座右铭就是，不管是好的经验或坏的经验，它都是好的经验。因为你看，我从我想要做节目到我真的做到，中间花了十年的时间，而且这十年的时间，你看我18岁出道，然后20岁就那个《错兵进行曲》就很红，然后很红之后又看到。那种感觉就特明显，你知道吗？比如说以前你是公司的宝贝，然后开始看到另外一个新人出来，然后他也红，然后公司的人从这样都是捧着你，然后到捧着他，那种心理的落差，然后你会开始体验到，哦，原来就是我也可能要不红了，然后到可能有一段时间到主持，然后从很多工作又不知道接下来工作什么样，然后到一段时间可能真的工作变少，就他是一直起起伏伏的。可是我觉得越是这样子的时候，你越要问自己，你到底真的想要的是什么。后来我发觉我真的是想要把一个作品就做一个内容出来，那是我很想做的事，所以就慢慢慢慢就越来越确定自己心里真的想做的，然后旁边的那些杂音就越来越不会干扰我。这是我自己了，我的过程。你能够这么的
坦诚，把你现在遇到的，就是你的美丽与哀愁，就跟我们分享。我觉得是很多人可能就都也一样会有的，我现在也会有，只是我比你多活了几年，我越来越知道怎么去处理它跟面对它。然后，但我时常觉得，就是给人暴露这种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为什么呢？谁愿意听你搁这玩意儿叨叨你自己那些破事儿啊？跟人家有没有关系？我觉得不太好。你想多了。我是观众，我就爱看这个。他可能就看完之后也会觉得，哦，原来雪清也会这样，哎，我也是这样子。然后就是大家聊一聊，就观众他们就是等于是坐在那里的一位朋友，对吧？大家一起分享，然后唠唠嗑，对吧？不行，不，哎呀，哎呀，没事，没事，快哭，没事。那我们拍个照吧。好呀。来，都拍得到。哎，可以，就无巧，就是无心插柳。我昨天那张我最好看。你这也是在求一个脸小吧？是呀，有一张，还有这些，有多过分呢？你说他多过分呢？这个人。那雪琴拿去拍。我来。怎么？按这个，你做鬼脸好不好？这个，好，我们做那个鬼脸好。对，我刚刚有做鬼脸，好来。嗯。毛老师肯定他自己一个人特别那个。我可是扎扎实实的斗鸡眼。是我是没有。所以每一个来的朋友都会在这边留下一些痕迹。现在我也在这啦。